Okay. If you'd like to first start by introducing yourself and the team that you're representing. 大家好，我是梁文冲。这次是代表中国队来参加灌篮湖的世界杯。And is this your first time at Mission Hills, Heiko?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海口，而且是打黑石高尔夫球场，也是第一次。And what are your impressions of the resort? 当然。你觉得这个场地啊，什么感觉怎么样？场地十分特别，我相信这也是怎么说呢？打像那个黑石高尔夫球场，这也是我第一次打比较很特别的一个球场，再加上那个酒店啊，环境各方面都是十分的一流，很漂亮。And the Blackstone course is built on volcanic foundations. How do you think it differs from other courses that you've played?可以说全世界很少很少这样一个场地，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特别，在哪里都没见得到，在我们那个海南海口这里能看到那么漂亮的那个黑石高尔夫球场，我觉得那个十分值得来打。And this resort has one of the biggest spas in Asia. Do you hope to find time to relax and enjoy some of the facilities? 希望吧，因为我觉得在那么好的一个球会，那么大的高尔夫球场，打完球之后来到这里享受这里的那个 SPA，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我也相信那个希望很多那个高尔夫球爱好者也来到这里海口观澜湖打高尔夫球，还有那个享受这里的那个休闲的一个生活。And finally, last question.How do you think Mission Hills has played a role in increasing the amount of golf in China? 这反就是说，这个你觉得海口观澜湖对推动中国高尔夫的这个发展进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海口观澜湖或观澜湖球场给予中国高尔夫球起到很大的一个支持的作用。从有高尔夫球场以来，它一直承办着。国内最大型的一个赛事，你像那个现在这次的一个世界杯，在海口一举办了，就是在观澜湖一举办就是12届，还有其他顶级的一些赛事，我可以能看得到中那个观澜湖对中国高尔夫球，怎么说呢，在推动上面起到很大很大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也十分感谢观澜湖给予中国高尔夫球的支持。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thank you. That's very kind.